原来我在人间历劫遇到的人是你，你承认你就是陆离了，你只是忘记了，对不对？ 不需要记得，凡间所经历，无论人或事，或虚妄之情，都只是劫数。既是劫数，自然没有必要去回顾。我不信。不信？即便陆离真的已经死去，即便他的死痛得让人锥心泣血。 可是我都愿意无数次的回望，我跟他的经历。若没有这些经历，我的一生都变得苍白无趣。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，就是遇见了他。凡人还真是脆弱的可笑，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执念，所以才会被洛宁的香氛困在梦里。 不过我现在好开心，因为你还在。行了，我不是他。我劝你凡事随缘，远离爱恨痴缠，免得自误。人这一世免不了爱恨痴缠，做没有心的泥潭神仙有什么好？ 你这凡人，身上倒还有点不凡之处。2个时辰之后，来我重华宫。